装不进去。他这个提法真的是都是塑胶的。对啊，就这样子，就摔到地上就马上坏，就希望不会摔到地上。那你就不要把它拿起来呀、啊，把水装水过来倒就好了。就是那提法很方便啊。盖子上面有告诉你，请加入干净的饮用水源，所以就你加自来水是你的问题啊，你自己把它搞坏了。自来水也是干净的啊，干净的饮用水源，那要呛马桶水，干净的，他没写，他可能说明书里面有写啊，干净的饮用水，没有看说明书。说明书不用看啦、啊、说明书也要读一下，新闻就对了。哇，水哦，对呀、啊，你要喝几度的水？里面的可以门都关起来呀、啊。好。哇，这里要来，我们先来喝常温水。哎，不对啊，我都还没有过水。过水。啊，怎么过水？就是先让水流过整个管线啊。还有这个，先要做这个动作。啊，不是正常都这样吗？有这个按钮吗？没有啊，就是先让水全部。啊，过那个管线，你不就是出水，它就过那个管线了吗？嗯，啊，它怎么出水就没水了？我少做了什么事呢？啊，都没看说明书哦。嗯，说明书它一定要先告诉你说，第一次要先干嘛干嘛。还不赶快把说明书拿出来！啊，是这样吗？啊，就有水啊！说明书还没看就有水。啊，常温水不就直接过滤出来的水而已吗？那、啊、这个就是流经里面的管子啊！我只是把那边管子洗干净。对啊，对啊。第一杯要先倒掉。对啊，对啊。当然的。那常温水就直接拿去。哇！直接拿去水的那个过滤器装水，直接喝就好了。不是啊，我要洗嘛，你紧张。还没有给你喝啊？发生什么事？撞车了！撞车这么开心？哇 ，Miss Fenton 跟 Lois 撞车了。啊，我们先来45。哇 ，Miss Fenton 挂点，他开到哪里去？爆胎了！你看轮子，后面轮子爆胎了。喂，你看这样才刺激嘛。哇，他们两个第一名、第二名啊，都相撞了。这还加5秒。对啊，因为他超出线外3次啊！超出哇，他们两台都爆胎耶，因为两台相撞啊。啊，他怎么还第一名、第二名？没有，还一直往后倒啊。所以等于他们第一、第二名两个就挂点了。哎、欸，不一定哦，还有十十不到10圈呢、啊，7圈啊，6圈啊。
要进去换胎啊。哦，人家一圈追五秒，没问题的。可以快啊！我们要来喝45度的水。哇，他们，所以他加热会有风扇的声音耶，因为他很热啊，要瞬间加热，然后散热啊。哦，45度的水耶。OK， 没有问题。再来，温水是55度哎，为什么？反正就有99、85、55、45，常温。而且冰水是15度啊，啊他刚刚一直说10度是怎样？他在那里瞎掰。15度。哦，就是这样撞到了，你看到了。没关系，整个网络待会就会都是影片。泡牛奶，刚刚是泡牛奶啊。温水，快看，枪，快看，嘣，撞到，哇，他轮胎后面轮胎就爆了。再看一次，嘣，他怎么会是撞到后面的、啊？对啊，他怎么可以后轮撞后轮？根本不可能，两台都爆胎啊！对啊，那 Norris 这样子，可是 Norris 就退赛了，所以 Verstappen 还他这样子还能开回去耶！哇，那轮框都整个凹变形，满个赛整个赛道都烂掉，所以他现在是那个红旗还有黄旗啊？应该红旗啊，整个赛道都是东西，怎么开？所以 Verstappen 回去换胎还可以继续跑，他还有机会啊。那红旗啊，就整个就还有机会、啊。可是现在又开始了，又开始了，那怎么那么快？好啊，我们接下来要来，哇，荧幕不见了，温水，快雞雞来喝水。我看你喝水。你要看我表演喝水吗？温水啊。哦，他是一开。一开跑第一圈还没跑完就已经弄流了，就已经下去换鼻翼了。根本看不到东西，好不好？怎么看不到东西？是太黑了吗？因为我把荧幕调超黑。你看起来没有在做事。好笑。是。我是魔法师啊。55度哦，它还有 UV 啊，它的 UV 不能关掉。那、啊、就是你一按它就有 UV 啊。你要洗澡。哇，拉手意外获得要第一名。嗯。你会听 ending。撞烂。最后三圈。Norris 帮了 Russell 把 Verstappen 给干掉，哎、欸，这厉害啊！哦，是啊，所以就是跨车队合作。要找一个人故意去把他撞坏了。嗯，鹬蚌相争，55度，感觉55度才是我平常喝的温度，所以我平常都喝55度的水，所以你以后就只要按55度的就可以了。
没有啊，我要泡茶就要会按99度。哦，你要喝55度的水吗？我不要。啊，你不喝55度的水？你不体验一下？你喝完了，你待会。你说我待会再去洗澡？对啊。要去55度的水结束？那我要制冰，那我先制冰。现场有听到声音吗？为什么？现场太吵了。可是这个其实蛮大声的，没有特别注意。那你不用特别去听，就不会发现吗？没有，你把电视关掉，所有东西关掉，你就会听到呜。它那个风扇频率算比较高哎。你应该是顺热启动，它就会风扇就会响。可是也没有那个制冷啊，但制冷比较大声。这就是可能第一次开始，他不是说要几分钟？没有，他说要半个小时。他制冷要半个小时。哎，他风扇这边，像是浴室的那种抽风风扇的声音，比较高频。你可以自己换啊，换那个电脑风扇。嗯，那个电脑风扇要3000块。啊，下一个85度喽。哇，两个一起更吵了。哎呦呼呼呼，然后真的呼，那整台机器像恐龙在叫。哇，85度，这不能喝吧？嗯，哇，这个疼疼。我们没有温度计可以测。嗯，你要去买个温度计。泡茶啦，那我去拿茶叶，我们来泡茶。